给咱们家人们上车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添油手速，好吗？这样吧，兄弟们啊，你这样啊，你把咱们后台看一下，能加进去的全部都加进去，好吗？好的。啊，那这样699，后台还有券，兄弟们，你们去拼手速，好吗？我给家人们上车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一会儿的时候我再给咱们家人们看是不是真正的1999，但是不多，只有40单，好吗？来，三、二、一，上车。站好了。上好了吗？哦，现在已嗯，经上好了。说明啊，你们，然后呢，有刚会儿我说的那些情况的，说明啊，都去用起来，都去拍起来，好吗？说明啊，然后呢，说明我再给咱们家人们讲一下啊，就算是没有这些情况的，说明啊，也可以吐在脚底。为什么吐在脚底？寒从脚底起，脚底可以通全身，能够明白说明啊？现在已经上好了，说明好吗？299，599，啊。哎，不对呀，你这个是不是上错了？啊？你这个是不是上错了？怎么上错了？我看一下，下单了，没有吧？喂，一开头是吧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是一开头说没啊？一开头也没有关系，一开头就一开头好吗？一开头的话说嘛也没有关系，好吗？一开头的话说嘛啊，那就给咱们家们一开头，因为我刚会说了有券的，好吗？啊，一开头就那这怎么行啊？这你这样你不亏太多，要不叫调回来没事没事，不用啊？不用说那些，不用，没有关系的，好吗？说嘛啊，一开头199是不是？199就199好吗？现在已经给家人们设好了啊，上好了，说嘛啊，你们赶紧去拼手速好吗？然后呢，我再给咱们家人们讲一下哪些情况好吗？包括啊，一些叔阿姨们喜欢跳广场舞，大早上起来之后，出门以后就会发现啊，我们这个胳膊它怎么抬也抬不起来。为什么穿个衣服都费劲？小肩有情况的，能明白吗？吐在肩上，哪里有情况吐在哪里。包括一些中老年人，说们啊，在走路的过程当中，扶着腰，脚托着地啊。包括说们啊，还有什么情况呢？说们啊，膝盖嘎吱嘎吱的响，说们啊，上个厕所费劲的，哪里有情况？回到家里之后，打开盖子，直接吐上去就可以。还有。华总，我白天想休息，晚上睡不着也是可以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白天想休息，晚上睡不着就吐在这里。晕车晕船也是吐在这里啊，腿吐在腿上，脚吐在脚上，肩吐在肩上，哪里有情况吐在哪里，好吗？啊，199拍的，对，199到手6瓶，好吗，兄弟们啊？下雨天腰有情况，我拍了，好，腰有情况哪里？你只要是腰有情况，你就吐在腰上，好吗？包括咱们直播间的说们，还有一种情况，大早上起来之后，我们会发现，经过了那3年之后，这种情况的说们啊，打开盖子之后啊，给家人们讲一下啊，然后呢，每天坚持2到3次，但是不要放在这里面，就是这样闻一下。对，是的，就是每天早上都去闻，每天早上都去闻就可以，就 OK 好吗，说们啊？然后呢，还有一些情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呢，说们啊？然后呢，还有就是说啊，然后呢，就是每天大早上起来之后感觉到晕乎乎的，说们能够明白吗？晕乎乎的，说们怎么回事？颈椎。能够明白吗？有情况，说们啊，能够明白吗？你就吐在这里，哪里有情况吐在哪里就可以，好吗？那我经常会颈椎有那个问题，对，你就吐上去之后就可以，吐上去之后就会感觉到热热的啊。然后呢，就是下面的话，说们啊，就是上面吐，下面刮，上面吐，下面刮就 OK 就可以，好吗？那这样，所以说们啊，现在已经上好了。然后呢，这样，然后所以说们，你们听好了，你们现在先去拍，然后呢，我再去啊，因为今天呢，说句实话，他能够来到我们这公司。啊，然后呢，能够和我沟通，保质期3年的时间，然后我也挺开心的。这样，说们啊，我再去柜子里面给咱们直播间说们，每个人去拿一个4位数的好东西。哇，有太乐了吧？这个真的非常乐，怎么这么乐啊？我怎么脖子这么乐啊？怎么这么乐啊？对，真的热热的，对，它就是热热的。不是，啊，这也太乐了吧？啊，它吐上去就会热热的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热热的吗？就是因为你里面的什么小精什么小络已经不什么，
小通了，能够明白吗？所以说它会热，说没明白吗？因为你坐在这里已经时间太长了，所以说它就会热，能够明白吗？说没啊？包括这个小关小节，能够明白吗？哪里有情况你就吐在哪里。有的家妹有可能会还会说，华总，我这个手指啊麻麻的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，哪里有情况吐在哪里就可以，好吗？那这样吧，然后呢，现在还有几单？四单，还有四单，说麦好吗？然后呢，这样说麦，你们等我一分钟好吗？我接下来再去柜子里面给家人们拿个四位数的好东西，好不好？再去柜子里面给家人们拿个四位数的好东西，但是现在还有四单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等我一分钟啊，我去给家人们拿好吗？我再去给家人们拿个四位数的惊喜好吗？但是说麦，看到惊喜之后，说麦，你们啊。家人们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一抹上去马上非常热，我这个脖子非常热了，它真的好像是透进去了一样，我整个脖子现在都非常热了，有点热的有点受不了了，非常热，是不是因为我常年老是这样子坐着，就是因为我常年这样子坐着，我这个脖子是经常会酸。家人们赶快拍，因为他刚才是说多少了，其实我这个199估计华哥就是太对我太大方了，家人们，所以我觉得咱们我这个米其实我也不会说啊，他给我转的那个米我也不会说想去拿了，因为他确实都对我很好。来，那这样吧，我已经回来了，好吗？说满啊，来，所有说满啊，听好了。然后呢，拍到的啊，今天直播间的所有说满，听到华总说话扣一，好吗？然后呢，所有说满，听好了，接下来又给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拿了一个四位数的好东西，好吗？接下来说满，你们想不想看什么样的四位数的好东西？说满啊，然后呢，所有说满，你们听好了啊，现在呢还有两单。啊，腿有情况你就吐在腿上好吗？现在还来得及啊，说没啊，我接下来要让家人们看了好吗？看一下什么样的好东西，来，这又是啥好东西啊？来，今天只要是拍到的，三二，哇，能够看到吗？说没能够看到吗？大宝看到这个，今天只要是很漂亮，这个又对挺大颗的，家人们可能现实看我看到更大颗，是的，说们啊，今天只要是拍到的，再给咱们家们一个大珠珠的珍珠项链，晶莹剔透，颗颗饱满，好吗？直接给到咱们直播间的说们，直接给啊，直接给，今天只要是拍到的就给，好吗？华哥太大气了吧？今天只要是拍到的就会给，好吗？说们啊，这个也不少米嘛，你直接给啊？啊，对啊，不收米的，直接给好吗？直接给好不好？今天只要是拍到的，直接给到咱们直播间的。不要抢完了。啊？抢完了。抢完了？没有了吗？说没？是没有了吗？哎，奇怪，我刚才非常热，然后现在感觉很舒服啊。我刚才非常热，然后现在感觉非常舒服了。是现在舒服了，对，现在感觉很舒服，就是为什么舒服了，就会很奇怪啊，就刚才感觉非常热，然后现在非常舒服，就脖子就很就感觉透了，然后这样吧，然后呢，我再给你解释一下好吗？说明啊，我再给咱们家人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好吗？来，所有直播间1085个人听到华总说话扣一好吗？为什么刚会儿的时候，然后呢他会感觉到热热的，现在他又感觉到很舒服。接下来我就给咱们家人们解释一下好吗？所以说们，你们听好了，正常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从上到下时间异常会处于一种状态，什么样的状态？来，能够看得到吗？说明不管你怎么拿它，它都是原地不动的状态，能够看到吗？没有任何反应，是不是？但是所说们，接骨木光子油，哪里有情况吐在哪里。来，包括一些华总啊，我奶奶今年78岁，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她都会手冷脚冷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，哪里有情况吐在哪里。好，涂在手心，涂完了手心，两手揉搓，揉搓完了之后，来，说们看好了，三二一，再给家妹拿。嘿，怎么往上升了？怎么往上升了？牛不牛？说们
牛不牛？这太神奇了！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了什么？来，所有师傅们，你们听好了，你看他确实是，确实是刚会儿像大宝说的是一样。为什么？说明你看我只要是放上去，看到了吗？为什么？这就是说明刚会儿我给咱们家们说的小经小络，什么小疏小通了，能够明白吗？说明啊。牛，华总没拍到，没拍到，再上点。家人们都说没拍到呢，说项链也会给到咱们家人们，没拍到，没拍到是这样吧，说们啊，我看一下还有多少，你看有没有没付款的？没有啊，都付款了，都付款了，还想要？华总没拍到，我79岁了，手速有点慢。我看一下啊，说们，我看一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给家人们调，好吗？对，因为我现在直播间有1000多位家人。都是我的一些铁粉，那我再给家人再上一点点，可以。那这样吧，我这边的话还能给咱们家们上到6单，好吗，叔们？但是真只有6单了，6单以后没有了，就真的没有了，好吗？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6单，1000位，咱们再上个6单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再上6单，好吗？那我们再上个6单吧，好不好？行，感谢1000位家人们的支持，来，因为这些都是我的一些。干爸干妈们，上吧，3、2、1，上车，上好了。对，还有6单，家人们快去抢啊！199，然后还有送，就是给、还要 给一个啊，这么大的项链，对，珍珠项链啊，非常大啊，现实当中看更好看一些。对，是的啊。然后呢，说们啊，今天是到手6瓶，再加上一个珍珠项链，一起到家的，好吗？现在已经上好了，说们，刚会儿没有拍到的，说们啊，现在呢可以去。然后呢去然后如果你有刚会我说的那些情况，或者是你没有那些情况，都可以吐在脚底。为什么吐在脚底？寒从脚底起，脚底可以通全身，人老脚先老，说没能够明白吗？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，说没，华总啊，我家里的小朋友可以吗？家里的小朋友经常会磕碰一下，磕碰一下的情况之下，在没有出现红色的情况之下，哪里有情况吐在哪里，能够明白吗，说没啊，包括一些中老年人，说没能够明白吗？中年人压力大，是不是？白天想休息，晚上睡不着，是不是？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只要是休息不好，这里有情况，那里不得劲儿，是不是？来，所以说们啊，我们包括一些中老年人，现在中年人经常性的，说们他会做什么工作？看电脑、看手机，他这个地方就会感觉到酸酸的，哪里有情况，给他吐在哪里，给他吐上去，吐上去啊，就这样，很简单。吐完了之后啊，吐一下好了，完事啊，一会儿你就会感觉到热热的，哪里有情况吐在哪里，好吗？现在的话，然后我看一下，现在的话还有4单，好吗？还有4单，4单以后没有了，就真的没有了，保质期3年的时间，好吗？然后呢，我再给咱们家人们看一下，它是不是真正的1999，好吗？说完啊，真的，这个太神奇了，刚才一吐非常热。乐的我都受不了，然后一会儿马上就很舒服了。来，那这样吧，我就给咱们家人们看一下，好吗？然后呢，说买它，来，能看到吗？接骨木光子油1999，1999，能够看到吗？说买，能够看到的说买，扣个小一好吗？1999啊，今天到手6瓶。再给咱们家们一个4位数的珍珠项链，好吗？拍到了，拍到了，偏那个小痛小风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小偏小头可以吗？可以，哪里有情况你就吐在哪里就可以，说吗？明白吗？包括走路弯着腰的，说吗？明白吗？还有就是说这个只要是你长时间站着、坐着或者是跑步，然后你感觉你这个腿呀小鸡小肉啊，这里然后呢不得劲儿有情况的，你也可以吐在那上面，哪里有情况吐在哪里。现在还有几单？还有1单是吧？是的，还有1单，好吗？然后呢，说们马上就没有了，说们啊，头有情况晕乎乎的你就吐在这里，能够明白吗？现在还有1单，说们马上我们就开始10秒钟倒计时，好吗？10秒钟如果没有了就真的没有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对，叔叔阿姨们啊，赶快抢，因为也不多了，然后这个价格确实今天华哥给了我很大的面子，感谢华哥的支持。
那这样吧，叔们啊，然后呢，不用感谢啊，应该做的好吗，叔们啊？那这样吧，叔们，反正现在呢也不多了，然后呢，我看着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大多数都已经拍完了，好吗？然后呢这样，然后呢我就开始十秒钟给家人们上车了。所以说们，在十秒钟倒计时的时候，我还要和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说一个事情。所以说们，我们要知道，到了一定的年龄，什么才是第一位？健健康康才是第一位。有的家人们说，华总啊，我没有这些情况，没有这些情况，什么也是第一位，小玉小房也是第一位。什么还是第一位？自己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啊，辛苦了一辈子，我们要把一些好的东西分享给他们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健健康康的，好吗？那这样，所以说们，我们五秒钟开始倒计时，好吗？来，五秒钟以后如果没有了，咱们就真的没有了，好吗？来，五，啊，这个简单无忧阿姨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好吗？四。三，二，一，来，没有了，下了，家人们下了。